喂，Hello， 大家好啊！咁啊 ，Emmy 機 camera 嘅 Lawrence 啦，嗱，今日咧我就咧，喺個頻道嗰度咧就請到我朋友啦，就阿 Anson 啦，咁啊，做我哋訪問啦，同埋咧，嗱 ，Anson 咧就我識咗佢咧都好多年啦，係咪 ？Anson 係啦，真係可以有十年。係啊，以前我知你做製作㗎啦，係咪？係啊，喺製作公司度做定係點樣樣？初期咧就喺製作公司度做嘅，係咁嗰段時間識咗 Lawrence 啦，咁一齊出做 job 啊咁樣，咁後期就去咗電視台度做嘅，咁就香港電視係啦。係咁，其實而家 Anson 咧係做啲咩工作咧？即係過咗去，即係冇做製作啦。咁而家係做啲咩工作咧？當冇做製作之後咧，就機緣巧合下就轉咗做一個叫瑜伽教練嘅。其實瑜伽咧係一種練習身體啦，即係我哋會好容易去理解做瑜伽就好似拉筋啊，咁其實瑜伽佢本身個 background 其實都會牽涉一啲內在嘅修練嘅，即係好似身體嘅伸展同埋心嘅伸展，而令到我哋可能情緒好啲啊，專注力好啲啊，各方面有改善。聽完你咁講啦，咁其實我覺得影相啦，同埋做瑜伽嘅禅修嘅思想啦，其實我自己都即係我覺得係有關係嘅，因為有時你唔靜落嚟咧，去思考去點樣去影相咧，其實都你嘅作品係唔會有啲咩內心嘅進步。我覺得有時都係咁樣樣，因為你亂影咁樣樣冇故事噶嘛，好多嘢都係啊，係咪我哋真係令到個人會靜心啲去思考一樣嘢，然之後再去影相，再做其他嘢。有時會係好啲咧咁樣。我哋有時去諗到禅修係一種好似話好神秘嘅境界，好似一定要一尊佛。其實喺我嘅理解上面，其實禅修或者我哋做靜修，其實就係一種專注嘅時候咯。OK。咁所以我估大家有玩影相啊各樣，其實你會唔會發現影相當你好集中嘅時候，哇！你影咗三個鐘啊。係。之後剪片執相執咗四個鐘，好似係一分鐘前嘅。係啦，冇錯啦。其實係似嘅。我喺攝影同埋喺靜修瑜伽嘅關係，其實最重要嘅共通點就係當下咯。我哋影相嘅時候，我哋可能留意到當下嘅光線啊，人啊，構圖，然後喺一個靜落嚟去思考嘅過程，然後你決定撳呢個反饋，然後就會得出一個當下嘅成果。OK 喎，呢樣嘢我又即係又冇諗過喎，但係可能去到某一個 level 嘅時候咧，咦達到咗呢個境界啊，可能都見過呢啲咁嘅人嘅，係啦，即係所謂我哋影相咧都入曬血㗎啦，好多嘢都嚇。咁但係咧你去到呢個境界嘅時候咧，當然你要經過一啲嘅修練先可以去到啦，係咪先？我覺得唔係話一步可以去到呢個境界嘅，可以跟阿 Anson 可以學下點樣去禅修啊，點樣去做瑜伽，而跟住去用呢個理論咧批嚟影相嗰度咧，我覺得會有進步嘅，我覺得係。其實有一個方法同途徑，其實個條件大家都有，其實就係呼吸咯。因為呼吸係冇一定係 ing form，即一定係現在進行。咁其實你唔會有我琴日個呼吸啊，或者係冇我將來個呼吸。咁其實每人都有個呼吸，其實只要我哋個專注力放喺我哋個呼吸度。OK。然後你已經係做緊個我哋叫做修練。哇！勁喎呢樣嘢真係。其實個個都有。咁apply上就係、其實當我哋去影相嘅時候其實我哋去慢慢去深呼吸去影呢張相，即係呢場人哋撳都唔會手震咁。哇，係喎，呢樣嘢好重要喎，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即係個快門慢慢少少嗱？而家咧我年紀大咧，去到125咧都會手震㗎啦。以前年青嗰陣時候60我都 OK 啊。呢樣嘢咧就今日咧就學到嘢啦，我覺得。同埋或者你會整體嘅構圖你都會喺你嘅控制範圍內多少少。OK 好似好深奧咁樣樣喎，但係其實依、這個我自己覺得係好似講好容易，但係到真係實際去
進行其實是要難，所以就是要練習。Okay. Okay. 其實我們有講一樣嘢叫做覺察咯，係係，即係 awareness 咁樣。其實就是啊，我哋覺察呢個環境，我哋決定影張相，我哋而家呼吸。咁其實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去提升呢個能力呢、其實就係呼吸，即係練習每一刻每一個時間，我哋去 trigger 到我哋、啊，我影張相啦，我偷啖氣先，咁其實呢個就係個修行，但可能十件事十張相得一張相有，但其實係已經好厲害，係咯，已經有進步咯喎。今天我就帶了部 M11 和一支 51.4 過來，其實大家都知道用 Leica 機，剛才我也跟 Anson 分享過是沒有自動的，如果用 M 機是沒有自動的，即全部都手動這樣去做，手動的對焦，手動的光圈，這樣我覺得更加是需要這個靜心下來去做一個呼吸啦，咁樣樣啦，令到自己咧真係定啲去影一張相啊，同埋所有嘅即係玩開 MV 嘅人都知道㗎啦。咁頭先都同 Anson 分享過，都係構圖就睇線框啦，慢慢去影一張相啦，咁樣樣去做啦。咁所有嘅嘢咧都係由個心去出發啦，即係我哋玩MV 嘅概念都係咁樣樣㗎啦，由個心去出發啦，即係唔會好似一啲自動對焦機很快咁樣拍拍拍拍咁影一大扎嘅相翻嚟，跟住再揀一張好嘅相就一拉卡就唔係呢個理念嘅。例如可能 Lawrence 會大家中意影相咧，其實當你可以有呢個 awareness， 我哋知道件事，其實你會將影相嗰個技巧去 apply 喺你影相以外嘅事情。例如就係譬如話啊，我影相前去唞啖氣，但係變咗就係喺街俾人用粗口鬧一打，然後你就究竟你會鬧翻佢啊，定係啊我會宏觀睇翻個畫面，其實你見到佢係好擔心嘅，然後可能真係佢好趕時間嘅，咁你就決定嗰下個快活，即係你嘅行為係其實都冇乜嘢啫。非常之好，非常之好，絕對係一個互相緊扣嘅一樣嘢。所以其實係啦，禪修唔一定係坐喺度，攝影，然後我哋有一個好正當嘅諗法，去 apply 喺我哋嘅影相上，其實絕對影相都係一個修行。這個好緊要，影相都係一個修行嚟。絕對係，絕對。多謝，多謝曬，好多謝 Anson 咧，今日咧分享咗一啲思考上邊咧點樣去放去影相嗰度咧，嚟同大家分享。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重要，因為好少人會講呢樣嘢，淨係識得講點樣教你去嗰個操作啊，點樣去成啦，好少一啲內心嘅分享咧嚟到 apply 落去影相嗰度。今日真係好多謝曬 Anson。好啦，咁啊多謝大家收睇啦 ，OK， 拜拜。